这我是在募资平台上面买的，那真的是超级便宜。但是我进来台湾之后，台湾给我课了超多关税，10%的关税，根本抢劫吧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新买的这个玩具，这个是一个烟雾机，而且是手持烟雾机。在之前没有买这个的时候，我都是用这种烟雾罐的，这样一罐其实还蛮贵的，就是500-600块吧，那一罐，那你喷起来就是像室内有烟雾。然后有一层薄薄的薄雾的感觉，看起来很梦幻、很日系的感觉。那这就是我们烟雾罐这种薄雾罐，它叫做 haze 啦。haze 就是比较薄的那种雾，朦胧像白内障的感觉的话，之前是用这种。那现在我买的这个新东西，那我就是希望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，然后来更好的去控制我们的烟雾，不管是烟雾还是薄雾都可以。那这种我们就直接来开箱看看啦。OK， 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，有一个硬盒的收纳盒，所以里面配件看起来是蛮多的。那上面就是放配件的部分，有5种各种奇怪的神奇配件都在里面，就是可以制造像是烟雾、薄雾，或者是冒烟，或者是真的是失火的状态，或者是像干冰的样子，反正都可以做出来。这边还有一条 USB Type-C 的充电线，有一个遥控器可以来触发我们的烟雾机。那这是我们的烟雾机本体啦。最后盒子里面就有这样6小罐的小烟油在里面，就可以补充。那我不确定，我还要再研究一下到底烟油有什么差别。那到底如果之后用完这6罐的话，到底该买什么烟油？那我还要再研究一下。反正目前盒子里面有6罐烟油，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开箱完成啦。这个里面怎么已经有一点烟油？可能是他们在出厂测试的时候，里面的烟油还没有把它用完，反正里面还保留一点烟油在里面。OK， 所以我现在把它加满，那这样一罐就把它用完了。那目前就是6罐，那应该一下就用完了。反正我们就等它一下，因为它好像是写说放进来之后要等个5分钟再使用，可能要让它干嘛沉淀吗？还是干嘛？我买这个烟雾机，它叫做 Smoke S，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正方形的形状的，叫做 Smoke B。那这一个跟另外一个牌子那个 Smoke Jeans。最大差别我觉得就是价钱，这个真的是爆炸便宜，那个 Smoke Jeans 真的是有一点贵，稍微有一点贵，就跟正常烟雾机差不多钱，只是变成一个手持状态，那可以换电池，这一个不能换电池，就是算优点也算缺点吧，看你怎么想。哦，虾米，喂，哇塞，太酷炫了吧！烟雾弥漫，哇塞，太帅了吧！OK， 所以刚刚那样子直接喷的感觉，跟这种烟罐喷的感觉就很像，就是，然后让它停留在空中，然后薄薄的一层，让它看起来朦胧的感觉。但是如果我们加了其他的配件呢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个看起来就比较集中了，因为我们有这个管子的辅助，让它就是烟雾比较集中，就比较集中啦。你看，你可以让它停留在某一个物体上面久一点，看起来有点像微微的，有点像干冰的感觉吧。看起来超帅，我整个桌子在冒烟。所以这个90度跟这个直的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，只是来辅助你放到物体上面的方式而已。对，没错，就是直的90度。用起来是一样的效果。那我们来加上这一个神奇的好像高压喷射的管子，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。哇塞哇塞它看起来就像冒烟一样。好吧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像冒烟。哇塞，我现在整个房间都是烟OK， 所以加上这个高压管子，看起来就像冒烟，看起来像冒烟状态，就是雾比较薄啦，它直接出来就已经比较薄了。我们最后再玩一下这个像麦克风的东西，这看起来很神奇。哇塞，这个有更
更浓了，这个真的像干冰的样子吧？它你看，它已经停留在我桌子上了，超帅，超帅，怎么那么帅？太好玩了吧？怎么那么好玩？那最后还有一个软管的部分，我们来试试看到底长怎么样。好吧，看，那就是跟刚刚那个管子一样，反正就是有软管，然后有硬管啊，硬管有直的跟90度的，让你选择，那就是看你喜欢哪一种，但喷出来效果一样，就理论上有三种效果，就是一个是直接喷出来，它很散，就很适合就是填充整个空间，那就有点像取代烟罐的概念。那如果装管子的部分呢，就是让它更集中，让它有点控制你的方向，那软管也比较好去控制你的方向，不用整台这样挥来挥去，比较方便啊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加上这个，因为像麦克风，有点像集中的。做起来有点像干冰，就主要这三种效果，那就是有三种效果啦，比起烟罐，这只有一种效果，然后就是放在空气中，嗯，这还蛮好玩的，真的是蛮好玩的。所以理论上这样子喷完之后，你就要去散它，然后让它停留在空气中。就会呈现一种朦胧的幻觉，那你的光啊，有光的地方就会看起来很梦幻，那或者是有光源的地方，像是这样子，应该就会这样散开来的感觉，效果就会不太一样。反正就是说烟雾机啦，那我觉得还蛮特别。目前我觉得的缺点啦、啊，就是不能换电池，那它也不能边插电边使用，所以你一定要充完电拔起来才能用。那如果没电了，你就没有办法插着继续用，你一定要去哦充电，然后再回来用。稍微有点麻烦的地方，但是就看你怎么使用它啦。对啊，反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神奇的 Let's Go Smoke S 烟雾机的开箱分享影片。当然喜欢这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我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是开箱影片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还有一些摄影器材啦。Yeah， my name is Kai Yuan，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。Bye bye。